是好，各乡亲朋友，大家好。这段时间五月到六月的时间是系梅雨季，所以呢，大家一般大家都认为，无论梅雨季落水量就会好大，落水时间咪会好充足哦。不过，你昨日看到气象署有针对这个统计来做一个分析，即针对咧1952年到2022年三年嘅时间，都梅雨季节冇强用嘅落水量，所以看到一个最少年嘅是1980年嘅时间雨量是。200毫米，不过呢，到了2022年嘅统计，就咧发现，今年最高嘅雨量咧到了891毫米嘅雨量，所以看到冇强用年份嘅雨量是所涨太慢，同时韩国又唔但像落水量所涨动态，韩国落水嘅日数未所涨动多，你看到了解到1957年嘅时间落水量累计每雨季嘅时间需要超过1整年，不过呢最少年是1992年嘅时间，差不多是200礼拜停滞，韩国同时冇强用嘅出战，今年落水量未所涨动多，所以代表了解气象。就没有提醒大家是系了解未来每日季节时节，了解天气嘅变化就会近来近态，所以有机会可能会出现咧了解昨天可能韩国有病态水博态水改灾害，所以我提醒大家到了每日季节时节，特别注意落水改天气变化。诶，你继续来看到下日中途来关心了解天气嘅部分，你为了这礼拜呢主要还是吹西南风。西南风好强的关系，所以南部天气落水就会很下显明，甚至其他位所没落水的时间就会好热对哦。来看到了解下年中途，来看了解温度分布图。基本的落水，了解没落水的时间是系东全台湾各地都系热火火的天气，最高温是来到了发年六日的黑钟，最高温来到了37.4度，韩国同时推动新北。两只位数未有超过嘞36度嘅高温，诶，你继续来看到下年中途来关心未来天气嘅变化。来看到因为到白日之前，韩系主要系西南风影响，所以苗栗以南嘅所在落水就会很下显明到哦。其他位数大多被东偏，韩国有东半部天气，下周头嘅时间没有注意为大风时嘅天气。到了下年的白日到白日嘅时间，太平洋高压正强嘅关系系转吹偏南风，所以。水系老千今年来讲是减少了动作，不过还要特别注意下周天未会有雷阵雨的天气影响。韩国同学提醒大家是温度的变化，了解白三到白日的天气。台台北天气，韩国有东半部天气，最高温度又来到了36度的高温。韩国下年的白日的天气是来到最高温各地都有超过33度的高温，所以提醒大家未来一礼拜的天气今天都做了讲系热火火的。天气，所以气象署就有针对的各种人士发布的高温提报来看到下年中途。了解稍早的部分是集群冻住自个两项事件，双北天气韩国有推动发连，了了所在就会出现的有可能出现36度的高温。所以提醒大家出门的时间特别注意风晒，驾驶的滚水唔好热到。同时，全台湾各地都少走个紫外线，使系全部都系高亮级，甚至推动的部分还系危险级。所以特别提醒大家系讲，都唔会晒超过20分钟、15分钟的时间就可能会晒伤，特别要小心点。